大家好，我是 Keith Traber, Revolution 美国的主编，也是精美手表的超级粉丝。Jacob Arable 是 jacob&co 的创立者，在高级珠宝和高级制表业有着极高的声誉。一个非常棒的代表作就是 Astronomia Gravitational Triple Axis Tourbillon。让我们来看一下。Astronomia 有四个看起来像微晶的部件，它们不断地运转代替了常规的手表面。我们第一个要了解就是它的时间显示部件，它会和其他三个微星一起每20分钟转一圈，并且多亏了一个聪明的计时方案，时间显示总是在正确的位置，数字12一直会在顶点。在时钟卫星对面的第二个卫星就是陀飞轮，它在曲轮里每60秒自转一圈，而且整个陀飞轮曲轮每5分钟也会自转一圈。当然自转的同时，它每20分钟也会随着时间显示卫星围着手表面共转一圈。剩下的两个卫星部件有手工煤气地球和它对面的 Jacob 公司的顶级装饰组成，它们的重量是完全相同的，所以维持了手表的完美平衡。地球和装饰同样也是60秒自转一次，20分钟共转一次。透过这些旋转的卫星，其中一款手表版本的底部是由全景砂石构成，唤起星空的想象。Astronomia 也有长方形钻石作为另一款版本的底部，玫瑰金的边框和蓝宝石水晶镜面，让人可以毫无保留地看到手表里的整个宇宙。设置也十分简单，只要把表翻过来，用发条调整时间，就像其他手表一样。上线需要用到另一个发条，手动闪满后可以持续工作62小时。The Astronomia Gravitational Triple Axis Tourbillon from jacob&co俘获全宇宙，只为你的手腕，谢谢。